Hello， 嚟到初四嘅今日啦，今日咧就嚟个新活动啦。除咗呢个任务嗰面咧，就之前嗰个完咗啦，就有个新嘅活动任务。今次呢个活动任务咧，咦仲未捞到啊？嗱，就系、呢个双刀修罗啊！暂时咧，我就希望抽咗件先，睇下可唔可以抽到件件，令到佢有加成。就贪心啲，我哋就去翻抽蛋嗰度。我都几想抽到呢、這个，其实有一个叫做双刀修罗啦，另外仲有一个暴桑女妖。我比较想做抽到嘅话咧，就系、抽到暴桑女妖嗰只手嘅。嗱，另外咧创快剂嗱，我哋见到创快剂啦，跟住仲有一个新嘅精选标种扭蛋，不过就两日前嘅。另外呢、一个，咦？又翻咗嚟喎！依、這个我之前系从来未扭过嘅，我都想一阵间有机会睇下可唔可以扭得到，不过要睇下点样攞到嗰啲硬币先。我就对呢方面系完全冇认识嘅。嚟到而家我先玩个好友点数扭蛋先，究竟会扭到啲咩呢？ Yes。跟住扭完呢个咧，对零嗰个咧，我都有啲兴趣。不过究竟系 C 罗啊定系零咧？我对于根藤其实系唔系好认识。我开头睇根藤嗰阵时，好似都系七八十年代嘅。然后跟住又抽埋两个免费嘅先，抽个 AI 驾驶员先。因为我见到佢嗰个机体咧金色嘅，系属于啲系先技巧属性，不过我觉得个样唔靓，但系性能方面我当然系完全唔知啦。因为我听见佢有人话佢嗰个镭射军刀好似几好嘅，但我就完全唔知点样分叫好唔好。好，跟住原来抽咗个咁嘅嘢，我冇睇过画面添。好啦，跟住去抽另一个免费抽蛋先。跟住呢，我就去个标准扭蛋高达模型零件呢、這个标准扭蛋券嗰度呢，我就仲有17张嘅。其中好多张都是因为之前嗰个活动嗰啲币换翻嚟，有机会我都想试下用嗰度十抽抽仔蛋嘅，只有件六件喎，攞嚟换嘢好。咦，应该系枪嚟嘅。哦，达希鲁夫镭射步枪，睇下啲数值如何先。咦，几有趣喎！第七光线射击，用咗个最大值。哦，其实射功得1400，唔属于高喎。但系耐久力都系360。睇呢个第七光线系咩先？贯通有 A， 威力有 D。初始15秒贯爆嘅时候，冷却时间60，我应该都唔会喐离去噶啦。词汇咧就高火力、远距离。好，跟住哦，原来二 set 里面嘅。好，跟住下一个，跟住就到今次最主要嘅十抽啦。因为我真系得2400题，只可以十抽。创快剂，睇下我可唔可以抽到件件，令到我一阵间去打嘅关卡有加成先。因为比较贪心，先嚟就一个十抽先啦。Yes， 不过我都系净系可以做到十抽嘅啫，究竟会唔会红点呢？定系蓝呢？定系绿呢？哦，蓝嘅，唔紧要，
下次储够币再嚟个十抽，睇下有冇啲新嘢见到先。GNX 呢个有噶啦，呢个系咩高达呢？哦 ，Mark Two 泰坦，泰坦头好似我之前都已经有。跟住下一只系啲桶嚟噶，呢只系咩桶嚟噶？哦，奥钢嘅 Mark Two。跟住下一个又系新嚟嘅，应该揸古二嚟嘅。哦 ，OK。跟住下一个。咦，好熟口面喎，都系泰坦喎，今次可能抽到唔少泰坦嘢喎。哦，玫瑰，呢个玫瑰都有噶啦，玫瑰只手，跟住呢一个系，哦，呢个都有嘅，加龙型，有冇啲我冇嘅嘢咧？只手迷惘六。迷惘六手可能未必有，一阵睇下先。绿色手可能，绿色我唔齐卷，我记得。诶，又系 Mark Two， 跟住到只泰坦脚，你有手有脚有头嘅，系咪？有冇记错咧？哦，金宝凡头，金宝凡头我都有啲兴趣嘅，如果白点嘅话，好。今次抽就普普通通。哦，原来我有个睇先，呢个泰坦我系冇嘅，呢个泰坦嘅头我系冇嘅。哦，好啊好啊，睇下有咩初次九秒四十五，可以维持三十，最大呢？我，哦，最大都唔高嘅，内九三六四，隔射一八七九四二。哦，呢个都唔好理佢啦，次会高达加联邦。今日嘅抽蛋就应该嚟到呢度啦，抽唔抽多十抽嗰啲，横掂用紧啲券去，诶，即系唔好啦，下次先。今日好似运气唔系好佳，夹埋个精选标准扭蛋先。咦，唔系，呢度抽五抽啦，我都有啲贪心。好，逐个抽，先第一张先，还有十七张。Yes， 究竟系咩啊？冇。有冇啲粉红色嘅件呢？哦，一个蓝件，诶，都好啊，都唔错啊，都唔错。睇下咩背，睇下呢只咩背嚟先。呢只，咦，有两支炮喎，咪惊宝快。好，跟住到下一个，再转到个十六张，诶，转到得翻十张，有啲贪玩添。一二三，揿，诶，又系蓝片啊！紧要唔紧要？今次到个新啊！哦，呢个我都有咯，红霸。之前我系非常之想要红霸，好，再转多次，有十五张，诶，好啊，抽到得翻十张为止啦，咁样嚟到呢一步就。绿色哦，诶，今次仲差啲喎。睇个名先，咩脚呢？哦，迪斯卡，好，再嚟，关闭，再转多次。究竟会唔会俾到一件红件我呢？今日睇啲情况都问水噶啦。蓝件。今日咁鬼多难点嘅，睇今次咩头先？呢个高达头嚟噶，高达 NT 一复合装甲，呢只我又冇嘅，哇，可能有喎，呢只都，呢只有，呢只有，呢只系我之前谂过识唔识，因为我觉得个样好似几靓，个头细细个攞嚟衬其他嘢，好似几好睇。好，唔好理佢啦，再转一次。有十三张，抽多最后三次。好，一二三，揿。咦，我反而啊有啦。哦，六件嚟嘅，你算啦。呢把系咩剑嚟嘅？
长矛，射击长矛重机枪。睇下系咩先？可能我之前哦，应该有嘅，之前都系 F 九一。睇先，哦，一般般咧。不过我好想凑齐一只 F 九一，但系暂时一件件都冇，净系得支枪好似。Yes， 好，仲转多两次先。六件，嗯，今日真系拜拜噶啦。咦，又系有支咁嘅嘢嘅，重机枪射击长矛。好啦，呢个唔好理佢啦，再嚟最后一转啦。十一拉屎，今日嘅最后一抽，到时。储够币又再嚟个十抽，我都几想快啲抽到件件可以高啲加成，因为我比较贪心，想要多啲新嗰啲。呢个系咩币啊？双刀修罗，叫修罗硬币，又系玫瑰高达，我好多咯玫瑰高达。好，今日就抽到嚟呢一部啦。基本上我都系比较失败少少嘅。我就预备定砌定啲机，睇可唔可以多啲加成去贪多啲钱。呢啲都系今次开头都比较麻烦啲。好啦，嚟到呢度，大家新年快乐啊，开开心心啊，龙马精神。好，拜拜。